睡觉，然后。烧个玩，冬天在家也没什么事，当玩了，也是一种乐趣。西方人通过这种嘛，在这玩，在外面整个温泉泡澡，在里头喝了红酒，很多人这样这种生活方式。因为外国这种寂寞，你一直在家自己琢磨啥干的，因为这疫情你又走不了，出去喝咖啡也不让你喝，不让你坐了，你就得回家自己找点活干，会消磨时间吧。你有屋待，大眼瞪小眼，俩人你看我不顺眼，我看你不顺眼的。所以在外面干点活挺高兴的。就你看我不顺眼，我啥时候看你不顺眼过？哎呀，都是你看我不顺眼的。过两天把这枫树给买咱牧村的外国人，意大利的自行的老大哥送你的。不停的吃啊，又吃。看我们电视，冬天猴哥没活了，放松了，特别放松。哎，干了夏天了，这个园艺生活很危险，很累的，特别累，特别累。你过来啊，别睡了。打电话。哦，一定是给你吧。Yeah, cause my uncle he passed away because the colon cancer. So, yeah. No, I don't think so. Yeah. Let me ask. 爸，你上次做了什么时候？上次做呀。上次我也两年前了，好像。Probably 2 years ago。两年多了。Half that away, like smaller.嗯，爸，你那时候是医生告诉你，然后就两年之后回来再做吗？不是，就是我来加拿大以后，我就做，就医生就告诉我两年做一次，因为我哥哥是有这个病没的，就40多岁告诉我。就让我经常去做，让我两年做一次。Yeah, so I think. 但是不是你周四12点之前都可以喝汤、喝果汁都行，但是你过了12点半夜，你就不要再吃任何东西了。你那个单子哪去了？我不给你个单子吗？要过去。周四呢？周四天就不。对，你就不。就喝咖啡才是行事。咖啡可以，但是你就少喝那些玩意儿，就是那个都代言，你就尽量就是喝水，多喝水。行，你从明天开始就开始多喝水，你多喝水。嗯，明天就开始，明天是礼拜二。你从今天就应该多喝水了，让你的肠子越干净越好。那干净不了，今儿才周一呀、啊。我怕是今天得饿坏了，我就吃串包。对，不行，得周三开始你就少吃。不是吧？你就早点儿，周三你就多喝水，多喝水。你从周三开始，你就要尽量吃一些干净的东西。你别自己出去吃麻辣烫了，完肠子上沾点辣椒面那就完了。嗯，我知道。行了，肉尽量少吃，多吃菜。这个大夫挺好，挺耐心的，要是他那天做，而且他还会讲那什么，就先给你吃点药，让你睡觉的时候他给你检查。哦，嗯，那没事。这边医疗。